你还记得你爹生前你是怎么答应他的吗？李三儿，你记住了，这千瓦是你练轻功所用，从今天起你就要带着他苦练10年，10年之后方可取下他。而且这10年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隐忍，不许跟任何人发生冲突。叔，你是怎么答应他的？10年之内前往待未去之时，不许与他人动手。记得就好，对着你爹的灵位好好思过。陈副署长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大救星来了，救星来了，大救星总算是来了。师哥，陈哥，啥意思啊？快把我放出去吧，我都快憋死了。陈哥，咱不麻烦。陈哥，别喊，别动。在这儿不能叫我陈哥，这是警察署，要叫我陈副署长。那你就赶快把我给放出去吧，啊！你说我们哥俩现在全被关在这里面，这斧子上可是山鸡，把地盘全给占走了。陈哥，不，陈副署长，那以后我拿什么孝敬你老人家呀？我来录口供，昨天晚上发生的事，然后有一个姓李的。李警官让我过来。小子，还敢上这儿来是吧？他们叫我来的。行，小子。你够横啊，肯把你二爷看成这样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二爷本来语出临风，本来今天是要相亲的，现在这样像个毛啊。就你长这熊样，就是不破相也没人跟着你。坐下。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轮不到你来耍威风，报警！你大爷的！不，我说我大爷的！你违法使用枪支，扰乱治安，聚众闹事，依法在这关半个月。至于你脸上的伤，你放心吧，每天会有医生来给你换药的，但是药费你得自己付。你干嘛？坐。小伙子，在这画个押吧。这儿啊。行了，走吧，回去吧。谢谢啊。站住！大人，署长大人，您可不能徇私枉法啊！我冤枉啊！你看看，本来我这是玉树临风，现在被这小子砍成这样了呀！你说放他走就放他走啊？怎么着？你不服气是吗？不服！不服气好办，等
等你关够了半个月出去的时候，可以投诉我。陈宇啊，哎，给这家伙办个手续，把他关起来吧。是。小伙子，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气，小小年纪敢跟恶势力斗，但有一点，他们是坏人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，所以我觉得以后凡事离他们远一点。哎，遇到什么麻烦就尽管来找我。李警官，我娘说你是一个好人，让我给您鞠一躬。你娘被他们打得不轻，这钱你拿着，留给你娘看病。拿着。不用。拿着。方老板，哟，这位爷，您不在台前看戏，却有心思跑来看我们画脸。脸画得好，戏才能好。脸好画，戏却难唱。请。李处长，这次可能又要麻烦你帮忙了。我们联络站上午接到通知，济南的城防图刚刚被日本间谍偷走。我想，这背后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，所以非常需要你的帮助。我们希望李署长能够尽快追回城防图。我会尽快把城防图从小日本手里拿出来。好，那就等你的好消息。嗯。是我啊！哎，你小子鬼鬼祟祟干什么？我要使点劲儿的话，你这条胳膊就断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可不是，差一点儿。哎，哥，你看，乡下老家人给我带的地瓜干酒，我又弄了点猪头肉，咱哥俩，滋儿两口。我，走吧。哎，走走走。哎呀，很久没喝了啊。可不是嘛。嗯，真香。这酒可是个好东西啊，无论你遇到什么烦心事儿，只要来杯酒就可以全都忘了。哦，哈哈，那可不，这俗话说得好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让金樽空对月嘛。嗯，可是今天我不能喝，我还得值班。哎，等等，哥哥。李哥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很敬佩你。您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，可是您却过得很清贫，小弟心里实在看不下去。这点钱不算什么，全当我孝敬您的。以后喝酒也全都包在小弟身上。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你办，说吧。你看，我就说您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，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。说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今天一来呢，是咱哥俩叙一叙；二来呢，还真有件事要跟您说道说道。说，咱今天抓的那个楚天九还有楚天霸，是不是可以放他们一马？放，哥，不，我的意思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，不是，是为咱们的安全着想。这两个人可是狠角色，
要知道你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越是这些小人越得罪不起啊，不如给他们弄个保外就医，以后您可就是他们的大哥了。小陈啊，你刚到警署没几天，好多事情你不知道。你来的时候，这个楚天霸已经被关起来了。看到这道疤了吗？这就是我抓楚天霸的时候受的伤。楚天霸是我亲手抓的，只要有我在这儿一天，他就不可能被放出去。无论什么方法。啊，是是是，那个哥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就是随便一说。我的意思是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。面子可以给，但是有些事是原则不能做。小陈啊，这件事我可以不说出去，但是你记住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好多事情你自己还是小心为妙。谢谢李哥提醒。对了，我刚才得到一个线索，日本人偷走了济南征方图，所以今晚叫上几个兄弟，咱们得有行动。是。